这六位奥特曼为了拯救人类，被怪兽封印成了雕像。让我们一起点亮爱心，帮奥特曼脱离危险。一，奥特三人组被女巫陷害，变成水晶雕像。比诺斯奥特曼被怪兽电击封印成冰雕。红线几匝，嘴里谈造化，相思辜负年华，胭脂泪等待太傻，若牵挂怎随他天下。三，光之国灾难，所有奥特战士被冰冻封印。故事残垣落花，玉山关紧他无意孤居天涯，偏因惊鸿风射。全策马追回过往，许他以后春夏。何必挣扎，待到旧路染蒹葭，与他重逢处作饮茶。四，梦比优斯奥特曼被怪兽变成价值连城的金子。窗纱，梦里故人脸颊，红线几匝，嘴里谈造化，相思赌赴年华，胭脂泪等待太傻，若牵挂怎随他天下。五，一家奥特曼被怪兽贯穿身体变成石像。故事残垣落花，玉山关紧他无意孤寂天涯，偏因惊鸿风沙。奥特曼在超古代时期变成石像。许他以后春夏，何必真假，待到旧路染蒹葭，与他重逢处作饮茶。生个石秀作